靠得住，你不知动摇，有耶和华的帮助，还要惧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牧者，你不知缺乏，有耶和华做我旌旗，你全然得胜。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必欢呼，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帮助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我的主，必不至动摇，有耶和华的帮助，还要惧谁呢？耶和华是我牧者，必不至缺乏，化作我惊喜，必全然得胜。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必欢呼，你是我的磐石，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必欢呼，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帮助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我们必欢呼，你是我的帮助。
是你名，耶稣，你的荣耀我所有，和我生命我属你，永远属你。亲爱的孩子们，家长们，大家平安，我是立恩老师，大家早安、午安、晚安。我不晓得你什么时候会看到，所以一次全讲。好，过去应该至少有两个月吧。我们一起读了，我们每个礼拜一起读了，旧约里面的约书亚记，你还有印象吗？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把约书亚记来做个总结，看看我们在其中呢有没有什么收获。好，先说明一下，约书亚记当时的历史背景啊，在约书亚记以前，我们都知道，以色列人的领袖是谁？没错，就是摩西。摩西带领了以色列人，离开埃及之后，他们就生活在旷野。简单说，旷野就是沙漠。那沙漠，他们就过着游牧民族的生活。那游牧民族的生活呢，是逐水草而居，哪里有水源，哪里有草可以给牛羊吃，他们就搬到那里去。所以呢，他们常常需要搬家。但是呢，进入到约书亚记之后，他们的生活啊，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他们越过约旦河之后呢，他们打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，也为自己获得了大片的土地。如果你看约书亚记十三章以后呢，以色列人正式从没有土地的游牧生活
进入到拥有土地的农业社会。所以第十三章开始，他们就开始他们开始分得土地，每个支派有自己的土地，而开始了固定有固定居所的生活，也开始以至于将来他们后面有机会成立一个王国。那我自己呢，纵览约书亚记，我得出了三个我们可以成功的三个要素。那第一个就是我这边讲的，第一个孩子们，我们起来说刚强壮胆，不要什么，不要惧怕。第一个是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。其实这几个字啊，刚强壮胆啊，大大壮胆啊，不要惧怕，这几个词汇啊，在约书亚记里面出现了非常非常非常多次。我们呢，先看一下圣经的结，我们先看一下约书亚的到后面他们以色列人的生活，我们从结论来往前回看哦。孩子们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哦，是在约书亚记的21:43-45。这样，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了谁？赐给了以色列人，他们就得了为业，住在其中。没有，我刚刚说他们从游牧民族变成了有土地的生活。第44节，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，使他们四境平安，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可以站立得住。耶和华把一切的仇敌都交在他们的手中。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怎么样？注意看这最后一句哦，一句也没有落空，都怎么样？都应验了。从这个结果来看，我们可以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国家强盛，日子过得非常的平安，是个太平之年。可是这个太平生活是无缘无故白白就得，无缘无故就得到了吗？显然不是。我刚刚说了，他们经过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，一场又一场的战争，有成功的，当然也有失败的。可是他们有因为失败就一蹶不振，从此萎靡不振，不再继续往前吗？不，约书亚带领着百姓继续的往前，继续的征战，继续的向前，继续的怎么样？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。接着，成功的第二个关键呢，是有什么？有信心的伙伴。约书亚的伙伴就是谁？就是他的好兄弟、好朋友加勒。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，以色列人还没过约旦河之前，摩西还在世的时候，摩西亚曾派出几个探子，有印象吗？12个探子。摩西曾经派出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，其中啊，哦，有十个哦，那十二个里面就有十个回复说，哦，那里的人啊，太强壮了，太巨大了，我们自己啊，不过像什么？不过像蚱蜢而已啊，好像被一捏就被压扁了，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人看到蚂蚁怎么样，去捏一下。哦，那么巨人看到蚱蜢，好像捏一下，用手指头就可以把我们打败了。我们要是去的话，恐怕是有去无回，而且啊，还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啊！哦，12个探子里面有十个这么说，可是加勒怎么回答呢？在民数记的13章啊，这里加勒安慰百姓说：“我们立刻上去那地吧。”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我们足能得胜，我们足能得胜。哦，所以这边看得出来，加勒跟其他十个探子有很大的不一样。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哦。我们注意红字的地方啊。那个时候啊，摩西第7节这边说，摩西当初啊打发他们去的时候，去窥探。
窥探这地就是指窥探迦南地。那时候他几岁？他40岁。哦，所以他按着他心里面信心回报他所看见的，他觉得他们以色列人怎么样，足能得胜啊。可是呢，他的弟兄们都说什么使人消化的心消化的话。什么叫使心消化？就是啊，哦，那些人，那些迦南地那些人呢，又巨大又强壮的，哦，这好像吃进，什么叫消化？就是吃进去之后，然后就什么，就消化就不见了，就觉得自己会怎么样，会被这些原本迦南地的这些百姓被他们吃掉，被他们消化掉。可是呢，他专心跟从耶和华。然后接着呢，哦，最后一段红字哦，最后一段红字，他说：“现今我几岁了？我85岁了。”哦，第七节说那时候他几岁？40岁。他去当探子的时候，他才40岁。而如今怎么样？如今到约书亚记的时候，他已经85岁。我还是怎么？我还是强壮，像摩西当年打发我出去的时候那天一样。无论征战，无论是征战是出路，我的力量那时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。哦，加勒不一样哦，这边看得出来，他85岁的时候，他的心智，他的力量，还跟他40岁的时候一样旺盛。其实关于迦勒呢，有没有发现他有一些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？同样进入迦南地做探子啊，他也是凭信心回报，可是他却没有成为领袖，却仍然谦虚的跟随神。孩子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其实有一些圣经的学者认为啊，迦勒其实比约书亚更具有领袖风范，但是他却没有成为领袖，甘心成为一个帮助约书亚的帮助者。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觉得当领袖是一个比较意气风发，然后当帮手、当帮助者就是好像稍微略逊一点。你不晓得你会不会这样觉得？其实我告诉你，一点也不是如此。我们祷告，我用个例子告诉你，我们是不是会向上帝祷告，求上帝来帮助我？所以上帝比较弱吗？没有吧。我们求上帝成为我们的力量，上帝比较弱吗？没有。上帝是帮助者，所以其实真正有能力的是谁？其实真正有能力的是上帝。所以帮助者往往比领袖更加优秀，只是呢，上帝把我们不同的人摆在不同的位置，一起来完成他的工作。而且刚刚有说到迦勒怎么样专心跟随神，他从他40岁到他85岁，他的人生一路都专心的跟随神。再来，他爱惜他的身体，他到85岁的时候仍然保持很好的状态，可以来服侍神。他的身体，啊，跟他40岁的时候一样好，他的心智能力也没有退缩，一副就好像他85岁还可以拿起刀怎么样上战场去击退仇敌。哦，这可是烈焰老师啊，需要好好学习的。不晓得有没有记得烈焰老师去年还曾经因为胃出血住院了好几天了，所以呢，我要好好爱护我的身体。到我85岁的时候，我还要继续在这里录影讲信息。到我85岁的时候，我还要在儿童崇拜怎么样带敬拜，大声唱，大声唱什么？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好，所以我点名哦，不止我，东东老师、陈兴老师、跟耀老师，我们几个人都差不多40岁哦。好，就是迦勒当年去当探子的年纪，所以到我们85岁的时候，还要继续在儿童牧区来服侍，带着我们儿子、带着我们孙子一起来服侍。OK， 可以吗？我们约好了，可以吗？好，再来第三个约书亚的传承是第三个成功的要素。好，我们来看哦，
在约书亚老迈，年纪老迈的时候呢，我猜他可能有预料到自己可能快要离开了，就快要死掉了，快要回去见上帝了。于是呢，他召聚了以色列百姓，吩咐他们接下来该做的事情。你看啊，他跟他的百姓们讲话，教导他们接下来该做什么事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哦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哦。第二节，这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二十三章的二十三节，还有第六节。第二节说：“我年纪已经怎么样？已经老迈。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，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，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，不可偏离左右。”约书亚呢，在一开头先见证上帝，感谢上帝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当中行了大事。而在第六节，他吩咐什么？他吩咐他们的百姓们要怎么样？大大壮胆。哎，有没有觉得这个词很耳熟？是不是在我们这几个礼拜讲约书亚记，常常一直听到要刚强壮胆、大大壮胆这些词？这句话最开始是谁告诉约书亚的？没有错，就是上帝告诉约书亚的。孩子们，你们猜一下哦，你们觉得约书亚这个人啊，他本来应该是一个勇敢的人呢，还是一个胆小的人啊？猜一下。有人可能会觉得他带领的百姓打了那么多场战争，而且胜了这么多的战役，他应该是个很勇敢的人吧。嗯，你们在家里面啊，爸爸妈妈有没有常提醒你们说，哎呀啊，或者可能是唠叨啦，赶快动作快一点啊，赶快去写功课，赶快去洗澡，该睡觉了，这类的话啊，应该蛮常听的吧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哦，我们在家里面没有做好，所以爸爸妈妈才要常常的唠叨啊，提醒啊。所以很显然的，约书亚他天生可能并不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，所以上帝在整本约书亚记里面不断提醒他，你要刚强壮胆，大大壮胆，不要惧怕。因此啊，他如今也把这句话怎么样，本来是上帝告诉他吩咐他的，他也怎么样，他也教导他的百姓应该接下来继续跟我一样要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。而且呢，约书亚不只是用嘴巴说出来而已啊，他还把这些话怎么样，哎，对，把它写下来，所以我们现在才有约书亚记可以读啊。他更是用什么，这边图上面所示的，他将一个大石头，他立了一个大石头放在哪里，放在橡树下，好像成为一个记号，提醒他的百姓看到这个石头就要记得上帝提醒，要我们大大大大壮胆，不要惧怕，就像很多基督徒啊会佩戴十字架一样，提醒着上帝的话。然而在这之后呢，约书亚便安然的离世，回到天堂去得到他应得的奖赏。所以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三个要素哦。第一个，我们要什么？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。再来，我们身边要有伙伴，当然是好伙伴，不是拖你下水的伙伴。第三个呢，是要传承出去啊，就像约书亚一样。当然我知道现在孩子们对你们来讲要讲传承很遥远啊，可是用另外一个词可能会比较了解，就是我们要去祝福别人，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你可以成为你家人的祝福，也可以成为你学校里面老师的祝福，同学们的祝福。所以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是在箴言第五章第七节。
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。要怎么样？敬畏耶和华，要远离恶事。孩子们记得哦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所以我们一起来唱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吧。孩子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可以请爸爸妈妈帮你们把这个祷告可以截图下来，我们就一起用这个祷告来做今天的结束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这段时间能来学习约书亚记，谢谢你让我看到加勒对你的信心，真正谦卑与专心的跟随你，也看到约书亚是一位非常忠心又尽责的领袖，来带领他的同胞。求你帮助我专心跟随你，讨你的喜悦，不和别人计较。每当爸爸妈妈老师提醒我的时候，提醒我的行为时，我会愿意好好思考我自己的行为，知道他们是爱我的，也帮助我远离恶事。不帮自己不好的行为去找理由找借口。小孩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孩子们，愿约书亚记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上面的帮助。谢谢大家，下礼拜见哦，拜拜。